果十方世界有众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要发三种心，啊，这就发心很重要。这三种心一发起来，即便往生，决定往生。是哪三种心呢？一则至诚心，啊，至诚心，大家注意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往生的条件。我们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一定要从至诚心里面出来。至诚就是真诚到极点的心，没有一点虚假，没有点造作，没有一点这个玩心机手段。那讲这个至诚心，实际上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来说，都是很有挑战性的。我们由于这种对利益的追求，由于这种竞争，由于这种知识技能的科技，使得我们的心越来越充满着机心狡诈。所以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是讲假话啊，坑蒙拐骗成风的一个时代。好像你做一个老实人，做一个真诚人，还成了不一样的人，被人嘲笑的人，是这么一个时代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不良风气一定会对我们产生影响，所以可能我们就会不真诚啊，不真诚。善导大师对这不真诚有一个判语，就是啊，外现贤善之相，内怀虚假。外面显得很持戒，很有道德，很讲修行，但是里面是虚假的啊。口业里面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心里都是想着世间的东西啊。厌离的，你一定要在真诚心里面厌离啊，你有时候做不到啊。很多人说啊，厌离娑婆，你叫他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他都说哎，我没有时间，我工作很忙，我这样那样啊。一天24个小时，让他念2个小时念佛，他都说没有时间。你怎么说你就有真实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很多的行为语言都不真诚。但佛法这东西，这是不能是世间去玩手段不择手段的了。佛法你有一份真诚就得一份利益，你的虚假骗掉了一般的凡夫，但是骗不了自己的心，更骗不了佛菩萨，骗不了天龙八部啊。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，修道的人，一定要诚实啊，如说修行，如行而说，如说啊而行，心情说一定要统一，不能虚假。一虚假绝对，这就是你如果是虚假的心，纵然你精进修行，这种善都是杂毒之善，夹杂着毒的善。你要夹杂毒之善，虚假的心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可以的，做不到的。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至诚心里面出来的，你要跟至诚心感应，你也得要有至诚心，两诚相感呢。啊，所以第一要至诚心，啊，第二是身心，啊，这种身心就是深信之心，对这个净土法门要有深切的信心。深信之心，善导大师把它理解为两面，第一要深信自己现世罪恶生死凡夫。无量劫以来常莫常轮转，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生死问题，一定要深信这个，这就是自知之明啊。这就是莲智大师在这个发愿文讲的染心一知尽得难成啊，这个造作罪垢无量无边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众生啊。所以深信自己业力深重，靠自己力量解决不了问题，这时候才会去依托佛力。所以第二个深信
就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就登上了啊主角了啊，深信阿弥比阿弥陀佛48大愿啊决定救我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忧虑，决定往生啊。所以深信要包含这两个内容啊。第三是回向发愿文啊，所以我们学这个莲池大师的这个发愿文，就是解决第三个问题。我们把所有的啊诵经念佛啊放生等等世间的福德，出世间修行的功德，全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再到极乐世界再回来度众生，要这就回向发愿心，成就大悲心啊。如果一个敬业行人具备这三种心，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注意了，这个三种心固然是上品上生的条件，同时它也是九品往生的共同具备的条件，它都要具备这个啊。这是从发心来看，这就净土往生一法，你发心就能往生。Thank you.